除掉你，我乃几个弟兄，便不会白白牺牲了。我说他对自己那么狠，估计是和这怪物有血海深仇。燕赤霞，凭你自己是无法除掉他的。燕恒秋，不如堂堂正正大战一场。我就算战死，也不要被你们折磨死。你死了。 你和你爹的赌注怎么办？燕氏一门的传承怎么办？黄泉路上又如何面对你那些死去的弟兄？哟，小霞，想不想老爹啊？秋叔放我和你陈叔叔出来，想必是已找到你陈叔叔的转世了吧？爹，哎，别太激动啊！现在的我只是一段残影。 说完该说的，办完该办的，爹就走了啊！爹，真的是你？我是燕赤霞，我已习得炎门十三剑。你们听好，秋叔身子半残，牺牲自己和妖怪合体当卧底，见了面可不许误会他。你们的敌人，一个是夜无尽，善用幻术制造灵境；一个是隐月鬼王，疑似本体躲在一幅躯壳之内。我们推测可用佛法经咒攻破。 现在我和你陈叔叔要传给你们我俩共同领悟的一招：上天入地，兄弟同心。只教一次，看好了。空有响亮，欠缺文雅，这招式名字实在粗糙，不知道谁取的这名字。怎么样，这招帅气吧？你陈叔叔起的名字属实霸道也。 我再废话一句啊，我的转世之人，你若是遇到一个银发女子，记得对她好一些。哦，还有，别信夜无尽的鬼话。老爹走喽，接下来靠你们了。说来惭愧，老爹败给了鬼王，你要是能打败鬼王，四舍五入不就等于打败了你老爹？爹，别走。 哎，秋叔，还有件事拜托你。燕赤霞这孩子自小一根筋，不明白有舍才有得，别钻牛角尖的道理。后面呀，就拜托你了。燕大侠，其实刚才那招式我并未完全通透，但我会尽力配合你施展的。 我现在才明白我爹的意思，此招不在形式，而在同伙伴齐心协力。宁公子，之前几番对你言语讥讽是我之错，现在我郑重向你道歉。不至于，不至于，我是我太冒失，拖了大家后腿。现在，你愿意同我一道除掉那恶兽，共破此困局吗？ 求之不得。可堪扶妖，长鸣剑客。 剑去。
圣贤有道。可堪扶妖。长鸣殿撤。圣贤有道。燕赤霞，你看那边。燕老哥，放过那邪兽是大家的主意，不管发生什么，大家伙也没怪过你。你小子给我振作起来啊，斩妖除魔，纵横江湖，咱们兄弟几个的心愿就都托付给你了。替我们好好活着啊，有话就说，有屁就放，可不许憋着啊。再会了，弟兄们。哎，我方才怕不是做了件好事，怎么办？不行不行，回头买份冰糖葫芦压压惊。攻无不克，战无不胜。我看燕少侠眼神恢复澄澈，想是心魔已除，那么你之前询问公主的何为最强力量，现在可有所得？若说以前我还有所谓的最强二字可追求，但目睹了计策可为力量，情义可为力量之后，我甚至对何为力量都产生了困惑。依我之见，少侠已从无序之所迈入自己的力量之道，只是此途多阻碍，请少侠万勿放弃。至于这位秋叔，你平日同叶无尽和鬼王接触最多，可否将你所知相告，以助我等谋划破敌？眼魔怕光，叶无尽在人间选了一对极阴体质的双女，以鬼谷怨气豢养，准备将其培养成征战主力，但只有姐姐可与鬼谷怨气完全融合，所以妹妹暂时被封存，以备不时之需。20年前，叶无尽等为祸人间被发现，我燕赤霞之父宁采臣的前世陈星才等人携手欲阻止眼魔族的阴谋，可惜鬼王和叶无尽实力强劲，最后两败俱伤。此战叶无尽身躯受损严重，叶无尽本想继续以鬼谷怨气喂养姐姐，并以其身修复自己的身躯，但是姐姐不惜自毁身躯，叶无尽无奈只能借妹妹的身躯锁缚姐姐的灵体，失去身躯和记忆的妹妹只能以灵体为叶无尽做事，这也是她怕光的原因。妹妹便是小倩，那么大殿之内的树种便是小倩的身体和姐姐的灵体了，是吗？20年来，小倩寻找男人精魄为叶无尽续命，叶无尽也一直在寻找可令小倩成魔之计，和她姐妹魔体之力修复己身。叶无尽认为情感是一种力量，由一种极端情感堕入另一种极端情感，便能忘情弃爱，令小倩心魔膨胀，就此入魔。方法之一便是让小倩爱上一人，再以灵境控制他，令他眼睁睁看着所爱之人死在自己手下。被杀之人便是你，
宁采臣。由爱生恨，忘情弃爱，未免太过荒谬了吧？不尽然，天玄门一良善弟子，因目睹爱侣死于正派之手，不惜堕身成魔，令中原涂炭，只为复活爱妻。韩无杀，你应当知道的。我对那种为了自己女人祸害其他女人的男人不感兴趣的。还有一位天性纯良的西域少年，因被正派暗算，致使他与所爱之人被天幕永隔。得知真相后，他亦堕入邪道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那小哥叫夏侯仪，我还借用他心中的恐惧和他玩了玩。情爱之事滋生于心，看似不可捉摸，却是天地间至真至诚之力，一旦发作，说能颠覆寰宇亦不为过。看来若是叶无尽计划成功，不止金华城，整个中原都将被黑雾笼罩，陷入长夜之中。杀了我，杀了我，这便是叶火亲自化解的生死之劫吗？红药姑娘，我记得你有利用人心之惧化成幻象之能，是吗？对啊，这本事我还交给过叶无尽呢。如此这般，若从叶无尽的谋划入手，